小心。你醒了，赶紧起床吧，衣服已经放在那边了。明天就是耶诞节，一会儿训练可要好好表现，这可决定着。喂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这都能忘掉吗？院长说，今天训练表现最好的人就可以离开孤儿院去首都上学，所以你要加油哦。我们可是……对了，这是我做的贺卡。衣服就在那边的椅子上，换好之后就出来吧。林浩应该已经在外面了。我的小雷娜塔，你今天可真漂亮，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呢？林浩怎么没和你在一起？不是爷爷，我在找有没有开着的花，想送给您做耶诞礼物的。那真可惜，北极蔷薇的花期已经过去了，不过你一直是个幸运的姑娘，继续找吧，不要等。哦，还好糊弄过去了，要是被院长发现林浩还没起床，他又该受罚了。明明已经叫过他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算了，再等他。又到了像狗一样给主人表演祈求骨头的时间了吗？这种事就交给安东做吧，没人能命令我，就算是院长也不行。可是今天的训练会决定，就是放心吧，如果我想离开这，那好吧，这才怪。耶诞礼盒就交给你了。快来帮我看看，看起来补给船还是没来啊。以往每年都会在圣诞节前抵达的。哎呀，训练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走了，明晚的圣诞舞会你们可要记得提前找好舞伴。
训练要迟到了，快跟上我。林娜塔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抱歉。真是个纸娃娃，道歉都不会。我看你们一辈子也去不了首都。安东，算了，这些人根本就是傻瓜，你们快过去吧，院长在等了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林浩呢？院长爷爷，林浩他生病了。诶，昨天不是还好的吗？难道是药量出了问题？爷爷不用担心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好了。这是我们送给你的液氮贺卡。我的小林娜塔，你真是这冰原上最暖心的小花了。好了，这是你们的武器，一会儿我要听候我的指令再行动。安东，轮到你了。